丢失的 PK 惩罚是表现得像个婴儿。好不好嘛？行不行嘛？人家要抱抱，人家要喝水喝。讨厌，你真坏。我真的好喜欢你的，人家想要亲亲嘛。哇，好了，可以可以，等一下给你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现在让我们看看鱼的反应，哈哈哈。接下来，小鱼会吃醋，每个人都说他必须小心自己的伤口，挑用别的东西。现在仔细听机器的声音。干嘛呢？哦，看得见的，看得见的，看得见啊，嗯，看得见的。不要让他们看到，不然会吓到他们的。